现在画面中您看到的地点是塔卡拉，慈济志工从袋子里头是取出了一些绿豆，当地民众看了直说这品质真好，渴望能够丰收。而当地居民也有蛮多人呢，他们是主动的加入了这志工行列，穿上志工背心，总共有30个人让爱的涟漪在当地展开。